天都想赖在衣服的柔软里。怎么样，像吗？赶快做梦，赶快起来拍片。哦，不像吗？我觉得我这个衣服这样子很到位。嗯，我觉得你可能对你自己有些误解啦。哦，那再拍一次，再拍一次。哈哈，我小猪猪，刚才我那样子真的完全不像吗？我这样子好，起码有一个最佳勇气奖，或者是最佳模仿奖，可以去参加超级笨笨笨吧。好了，我今天就想要跟你们分享，身为职业贵妇的我呢，天到底都是怎么过的。我想要先分享一下，像我是一个非常注重香氛疗愈的人，比如说去按摩的时候一定要用香氛的精油，然后泡澡的时候一定要像《爱的迫降》女主角一样，要用香氛蜡烛。那洗衣服的时候呢，我也希望就是衣服要有衣服的味道，都希望他们都可以是有这种脸闻起来很疗愈、很柔软的味道。所以今天呢，想要跟你们分享我的职业贵妇的一天，然后顺便跟你们聊一下怎么样收纳衣服啊，还有我的香氛疗愈都是怎么做的。那我们 Let's go。早上呢，我们做了那么多家事之后呢，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，我一定会做，就是洗衣服。那像我呢，这么注重香氛的职业贵妇呢，衣服的味道对我来说是超级重要，所以呢，我就一定会加这个兰诺的衣物柔软芳香豆。那我一定要讲一下，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是在日本的药妆店，我就看到就是药妆店里面的女生呢，主妇啊，或者是一些贵妇，她们篮子里面已经有一瓶这个，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，好，不然买一瓶回来试试看，没想到一用就爱上。那他们刚好前阵子功能升级，那以前他们是只有芳香的效果，他们现在还升级了有柔软的功能，所以呢，你在洗衣服的时候，只要加上洗衣精、洗衣粉，然后再加上柔软芳香豆，就可以有柔软然后又香香的功能哦。好，那我现在教大家怎么样可以跟女神馥甄拉近距离，看看女神馥甄都怎么洗衣服的。它的瓶盖就是量杯，打开它的盖子，然后倒进量杯里面，你可以酌量使用。那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半透明白色那颗呢，它是有柔软的效果，然后它可以让衣服更蓬松、更细致。然后有粉红色、有颜色的这一颗呢，是锁香胶囊，它就可以把香氛呢锁进衣服的纤维里面。重点是呢，随着每次摩擦，它就可以慢慢的释放香气，可以让香气更浓厚哦。馥甄不会这样味。好，那我现在要教大家怎么样使用这个芳香豆。现在把这个芳香豆倒到洗衣机里面去了，所以就是先打开洗衣机，然后直接把这个柔软芳香豆倒进洗衣机里面，跟衣服一起放哦。然后呢，可以把洗衣机盖起来，再加上你的洗衣精。洗衣精不可以跟衣服放在一起哦，就是放在它该放的位置之后，就可以开启洗衣机，让洗衣机洗哦。你看是不是超简单？而且他们现在出了两种香味，一个是栀子苍兰，一个是蔷薇铃兰，你可以依照你喜欢的香味去做选择。那我们现在就等衣服洗好吧。好，我们终于洗完衣服了，啊，好疗愈哦，好香，软软的，而且通常只要就是有烘的话，它就会衣服就会很比较硬一点。但是因为它这个芳香豆里面有柔软的功能，所以其实衣服真的是比较软，不会硬硬的。好，那我现在也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身为职业贵妇的蜜呢，有什么样子的衣物收纳小技巧。我现在来教大家，就是也没有教啦，就分享一下。通常我老公的衣服真的很多，因为品牌出了很多不一样的款式，他的衣服要么黑要么就白，每一件衣服的那个设计都不一样嘛。为了让我老公打开衣柜就直接很清楚明了他想要哪一个款式的衣服，我的衣服折法就是会让那件衣服最大的特色在外面很清楚
看到，长 T 跟短 T 大概是一样折吧，我就把它铺平折，这样子就是也不用完全露出来，但是就是很就至少要露一些些，让他知道说，哎，这件就是那件粉红色的 logo 长 T 哦，这样。因为我们家的衣服是会这样层层叠嘛，所以你一打开衣柜的时候就会看到，哎，这件衣服就可以直接拿，所以我就会让它的 logo 都会露在这边侧边的地方。我几乎真的是每一天都在折我老公的衣服。裤子的话呢，就是一样对折，然后再折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折过来之后呢，我就会把裤头折过来，我就会把我的裤管塞进去，这样就是一件裤子啦。应该看得懂吼，蛮厉害的吧？然后如果他裤子这一件比较大的话，我就会让他把屁股线折进去，然后用这个裤管盖起来，超漂亮的，你觉得好漂亮哦！袜子，就是让这个脚跟的地方把它铺平，就是长这样。再来找另外一只，然后把它一样，脚跟往下，一只脚是脚跟在上面，然后一只脚是脚跟在下面，就等于是这样啦。就是上面的先把它折这样，然后把下面的这个袜头塞进去上面的袜子，这样就不会撑开那个袜子。折好之后它就是这样子，是不是很疗愈？如果你不会的话，就先把上面的先折起来，把这边折过来，然后再把下面那只的袜头塞进去上面，然后就这样子啊，好漂亮哦，疗愈哦。好，再来是我老公的帽T最多了，前面的 mark 往下放，然后呢这个反折这样，然后再这样，然后我会用帽子再把它反折过来，等于用帽子去把他的衣服包起来，然后我会把抽绳可能拉紧一点，绑个蝴蝶结。他的柜子里面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帽T叠起来，但很每次打开衣柜就可以很清楚他要的就是这一件。最后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毛巾，超简单，这个是很有 sense 的折法。好，先把它先折这样子过来，然后呢再这样子，然后呢翻过来直接卷，然后呢卷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脚胶塞到里面去。这个是我去 SPA 的时候去的，然后毛巾就是一卷一卷会放在毛巾的家。现在我要抱着这个香香又软软的毯子睡个午觉啦，那我们下次见。四三二